Hello，这是我家游泳池，这个是个观音菩萨，可是我觉得它是个艺术品。但是是平常收藏一些玉器。张大千的字画，99年马云来参观的时候，他都很惊讶这幅墙。这幅墙当时花了很多钱，银箔的马赛克。这是我衣帽间的开始了哈，在柜子上都是包包，还没有穿的新鞋子。那些高跟鞋，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宴客啊，还有我老公很喜欢喝的酒，什么酒都有。他曾经跟我讲过，他希望能够住进九龙塘，所以当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后，我终于可以偷偷的买一块地，偷偷的盖好一个房子。我是在圆他的梦。家呢，就是他觉得舒服，我也觉得舒服，我会煮饭呐。牛肉面呐、啊，遛遛狗啊，照料些花啊、树啊，所以跟大家没什么两样。Hello，这是我家，介绍一下罗汉松。我养了几十年游泳池，这个是个观音菩萨，可是我觉得它是个艺术品。但是是平常收藏一些玉器，我喜欢玉石的东西。这个白玉观音我很喜欢的，那张大千的字画啊。然后张树平帮我设计的这个栏杆是用灯。99年马云来参观的时候，他都很惊讶这幅墙。这幅墙当时花了很多钱，银箔的马赛克。这是我衣帽间的开始了哈，在柜子上都是包包，还没有穿的新鞋子，那些高跟鞋。我老公的衣帽间，他当然不止就这里，可是我的大衣帽间里面总是有一些。要放他的东西啊！你看这些领结，都有配着领巾，一套一套的。我怕万一不在的时候，我都照好相给他怎么配。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宴客啊，还有我老公很喜欢喝的酒，什么酒都有。这是我主办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专业厨房。今天的 home tour 结束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